就还是挺想问，就是这次就是当时做的那些努力到底是不是有就是公平竞争的意思，他有没有见到他们就是会不会也有点尴尬。我不敢倒着沙发水也昏花凌乱头发去渴望像电影主角一样潇洒，才会被人们看到。屋檐脚下排着乌鸦密密麻麻，希望以后被压抑的情绪不知如何表达，朝着梦想的彼岸行驶。无论我在这里在哪里，仿佛失魂的虫鸣，却明白此刻应该做些努力。无论我在这里在哪里，不能弥补的过去，每当想起。所以让我们一起成为大人吧。想过离开，首先我觉得大家能投给我的就投给我吧，姿态那些伤害，对，然后后面不知道怎么的那个超过他们吧。因为高考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压力确实挺大的，这一年当中你知道我每一天都是活在想到高考的那种状态下。何时能战胜它，无论我在这里在哪里，仿佛失魂的虫鸣，却明白此刻应该做些努力。好强啊，我还给你动了，给我动作看看呀。每当想起我，想过离开，以这种方式存在，是因为那些旁白，那些姿态，那些伤害。我就是这样的冠军，不想离开，之后我就是未来，生命就是我的时代，开始仰望未来。是最后一天的话，我是可以，但是我怕我就是觉得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，是没有错。最后一期吧，还以为我自己弥补上这个遗憾，试着让自己做一个真诚之余也很洒脱的人。万一我粉丝不喜欢我。想过离开，以这种方式存在，是因为那些旁白，那些姿态，那些伤害。曾想过离开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张真源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张真源。那些伤害，不想离开，是还有一个愿望，新的一年来见面，在最大的舞台上见到你们。